当署长，我来替伊停的。啊，没麻烦啦。我甲话讲完，我就要走啊。话耽误你偌济时间，你莫坐。董事长，真正就是嘞，我昨昏啉酒醉，敢有对你讲啥物无礼貌的话？你的酒品真好，也毋过查某囡仔啉这啉醉真危险，以后毋通安尼啊。我知影，只是董事长，你安尼讲话，袂输爸爸第一个早嫁讲话个款。卡叔会用的，我嘛希望能参照你的爸爸，照顾你，扶持你。小川，回来公司好不好？哈？进前你大姐做得真顺利，我是真心的祝福你。后来冠杰离开厝的，我因为腰部无方便跟你联络，即嘛时机到啊。多谢董事长。只是我知影我即马家己的状况无好，我惊我无迄个心思放伫个工作顶关。你一定会用的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卡叔要一天到晚伫厝内乌白想，不如倒来公司，好好发挥你的专长。啊，不过你是咧顾虑当初的夫人，静静雷锋会找你麻烦，是因为伊甲你妈妈有过节。也不过已经向你妈妈认识了，伊袂阁反对你当个公司，这点我会当保证。这份是复职申请书，你即马签名，即刻生效。董事长讲的无唔对，我若是阁继续消沉落去，干那会让妈阁较烦恼，我爱坚强起来。多谢董事长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吴总，吴总。今日原本是要讨论拉雪未来设计师遴选，也毋过因为美丽家园的样品屋设计大受好评，所以我决定要请黄设计师继续负责。所以讲即马会议结束，散会。多谢副总这么肯定玉生，伊一定就认真拍拼，做出更较好的设计。你应该要多谢的人不是我，是冬雨，是伊一直向我推荐黄设计师。副总这里直接讲是冬雨的功劳，伊到底是想要追求冬雨在讨好伊，还是因两个人真正有啥？冬雨，多谢你甲玉生斗相共。其实我嘛是收到代销个客户迄边个反应，啊，大家拢讲真好，而且。又有设计杂志想要采访玉生，我才甲副总报告的。所以我们家里讲事在人为。讲起来，其实上认真爱我斗三工的人是美颜诶。啊，即马想想诶，顶个开会，玉生嘛是对美颜我都甲伊搭机哦。黄设计师即个太美丽家园做样品屋。在小溪边欢迎拢真好，阿妈拢讲哦，客户看了拢想要做同款的设计。其实这届哦是林主任甲我斗三工足侪啊，我是头一届做样品屋，林主任给我足侪提醒，嘛给我足侪设计灵感。这届会当做个遐尼好，拢是伊。啊，伊两个人才合作过一届，就对对方这尔肯定甲认同，哇！这种默契就好参照，是灵魂伴侣同款嘞。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维云。维云，今麦恁妈去恁大家遐住，你一定感觉足为难的。卡叔讲，我若是甲玉生斗三工，
恁大家一定认为是你的功劳。安尼，你伫咧厝内底日子嘛较好过啊。冬雨，你想的跟我想的拢同款对吧？是啦，是美妍跟我提醒，啊，若无我袂想遐尼多。美妍，多谢你这么听我说笑。应该啦。不错。什么代志啊？拄只林主播宣布，新的开发部经理上任吗？哎呦，有这款代志？对啊，之前拢无这个消息呢。敢毋讲是甚物人啊？敢是空降部队啊？是恁的好姊妹啊，陈小春。这间办公室，江处长，办公室有听什么？下等个苏文讲。咩？家拢无变。其实开发部的经理哦，一直拢无重新找人，是因为这间办公室是江处长特别咧留予你的。多谢江处长，有我在这边，就感觉等于找的感觉。幸亏下等予你有等来找的感觉，我真怀疑。陈经理。啊，复职程序吼，拢早晚呐。但爱去去人事部领一张新的识别证。其实我伫咧离开审判的时阵，把我的识别证炸走啊。请问我敢袂当继续用这个识别证？当然无问题啊。啊，不过嘛是赶快去人事部重新过次。小春。哇！恁三个听到陈经理复职，就穷家参想要抢奥运金牌，赶快！张处长好。今日是恁盛发四叶草中红的日子，我都没交了。多谢张处长。我真正不爱，你安尼威胁利用我，敢真正感觉四叶草一夜都不能少。冬雨，还阁差你一个呢。冬雨，一夜都不能少啊！来，哇，一夜都不能少。小春。恭喜你得到当初对我的信心，欢迎你回来。小春，真正是救小李，救小李！听讲方总监气怪啊，你阁会当回来公司上班，你真正是双喜临门。其实我甲冠杰分手啊。那安呢？敢是方总监伊的爸爸妈妈逼你分手啊？阿是因甲分手费当互你，逼你离婚。哎呀，好啊啦，非得跟分手啊！阿是安怎会分，是安怎分的，这都无重要。但嘛哟，太麻烦啦！我也是一个人在住宅，非得我是向前看齐的陈小春。小春，你应该袂想要甲你之前无伫公司这段时间的资料全部拢看完吧？那那个替你加一个公司上新的 case， 度假风奢华 villa， 资料全部拢是啊。那那几个这个 villa 的设计师像，刚算出来，许玉生。这个比较赶快许玉生养。小春，
Luxury Villa 是安迪副总哦，拍板定案给黄玉生负责。哇哈，维韵，恭喜你呢！玉生的财产会当互咱肯定，以后你就是大小姐苏的夫人哦。哎呦，我无望讲要做什么夫人，我干那希望玉生会当顺利的话。拢是我的功劳诶，结果设计师夫人煞是维韵。妹啊，为遐朋友活来结果，你敢真欢喜？小春，你敢袂用麦登去顺发上班啊？妈哥，你是不是因为最近发生伤侪代志，所以有淡薄被害妄想症啊？人就当时就一定拢就甲咱斗相共的，想怎要怀疑？你袂记啊？一开始你甲冠杰交往的时阵，文档对咱斗嘛足好嘞啊，结果嘞，后来发现甲表面上完全无共款，根本都唔知伊心内底到底在想啥。啊，万一就当嘛是嘞。而且你甲冠杰才拄分手无外久尔，你若是转去顺发上班哦，都一定会阁拄到伊，安尼对你两个人拢无好啦。你着去找一间关系较单纯的公司，重新开始，敢唔好？妈，伫咧外口食头路，无任何一间公司是单纯的。我伫咧顺发做遐尼久啊，嘛一直做甲足稳的，伫咧遐阁有我三个好姊妹，当甲我斗相共。啊，今嘛就当处长，伊阁对我遮尼好，遮尼信任，这种机会是伫咧外口的公司无可能有诶，我无想要放弃。你真正是哦，甲恁爸同款。当年哦，我着讲哦，莫为着趁钱，无向甲人出国去做生意，伊唔听啦。结果咧，一出去都无转来。我袂用让恁甲恁爸同款做戆代志，我无答应你回去顺发上班。妈，爸迄个时阵是去东南亚，伊是甲啥去，是去做啥物款的工课，咱拢唔知影。哦，我即卖人都伫台湾啊，我要去大公司上班，这甲爸当时是完全两回事，你哪讲到遐尼远去啦？唉，也唔过心内底不安的感觉是同款的啊。妈，我需要趁钱，嘛需要一份好的头路。你若敢那只是因为你不安，就不爱我去顺发上班，安尼我爸就答应你。妈，妈，哥，你看妈啦，你奈忽然间安尼发脾气，安尼无讲道理，就算爸已经离开啊，对影响是足大的呢。讲到爸，小翠，其实我今仔日拄到一个足亲像爸的人，你嘛拄到。刚刚你嘛拄着，只是迄个时阵我啉酒醉啊，我搁两阵讲我是伫咧面吧。啊，不过既然你嘛看到啊，那你表示真正有这个人。哥，你是伫咧倒位看到伊的？我伫咧做外送的时阵哦，拄着伊的啦。伊是一个日本人客，伊甲爸同款，就会食白醋凉面。小春。你感觉这件代志，敢要甲妈讲？妈，妈就无简单才接受爸已经过身的代志。啊，这个人只是甲爸生出就同款的，含是爸，若是让妈知影，伊加伤心的。好，那咧，咱就暂时莫甲妈讲这件代志。